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85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SS 电玩系列的狂派士兵。那我今天的话呢，身体没有很舒服，我两三天以前我的这个结石突然又犯了啊，这个腰很酸，非常的疼痛。确实，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啊，人到中年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。那么狂派士兵呢？其实呢，一直有人说他就是先前 Barricade 的改模。我估计的大概也就60-70%的变形是一样，但是因为它零件的变化挺大的，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多，特别是在车型状态下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其实你不太容易去发现它是同一个模具下去做修改。认真来说，它其实真的是只有背包的这个变形是比较像啊，其他的变化还是有的。那以车尾来看的话呢，之前的 Barricade 后面这个超大引擎呢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帅。而这个，因为它是士兵嘛，所以就感觉相当的朴素啊。这个电玩系的那种配色还是比较强的了啊。那再来它的轮胎，它轮胎非常的大，很厚一个轮胎啊，非常的有趣。轮胎的话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造型了啊。所以说，其实它的变化。包括它的车头，你看前面的这个爪子，这个士兵的话则完全的没有，所以说呢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不同的模具，几乎可以啦，几乎可以。那以滚动性来说的话呢，之前的 Barricade 会好上非常的多，这一次的士兵呢，虽然轮胎很大，但它其实滚动性不佳，我认为理由是在这个地方。它的轮胎造型，你看它这个地方有凸出来的部分，所以实际上它能够接触到地面的体积的话呢，非常的小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它的带动性并不是很好。那它身上的配色就是塑胶的原型色，还有这是荧光的金属绿吧，荧光金属绿啊，好复杂的一个称呼啊。那旁边有一些小小紫色的点缀，其实是非常潦草的。如果你愿意。啊，这听起来很悲伤。如果愿意给它补色的话呢，它会比较有看头。而我必须说，它其实跟多年以前 Follow Cybertron 的那个玩具的系列的风格，其实做的还是蛮像的啦啊。那体积也很大，这个是现在标准的 Deluxe 等级啊。你会发现它胖了很多，而且也高大非常的多。不过呢，空心的感觉呢？还是有的，而附带的武器的话呢，目前呢也只能够想象啊，把它放在车顶上，而且也不太会有违和感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狂派士兵的一个变形了啊。那我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会先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压下去，将这整个结构呢进行一个破坏，然后呢两脚稍微打开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锁扣，这个锁扣呢跟 Barricade 呢。是不一样，Barricade 是没有这个锁扣的。我们把它给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这个腿后面这个地方顺势的往下放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腿部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出来。它的脚斜肩的话呢，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，没有那么巨大，但是它卡得非常的稳啊，这一点是好事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是旋转一圈之后，它这里的话呢，有一个，这里面有一个洞嘛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，这个灰色的凸，我的话呢，我是会把它转一圈，稍微用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卡进去。卡进去之后的话呢，侧边的话呢就放到侧边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它卡下来，只有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形状在这里，挨进去而已，它并不能够完全扣紧啊，比较可惜一点啊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是设计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部件一样，这里转过去，然后利用这一个塑胶韧性呢，把这个地方凸个，然后给扣进去。好，那么另外一只腿这里，这个形状一样，把它给卡进去。然后呢，腰部呢旋转180度啊，这个跟 Barricade 的变形是一样的。Barricade 的话呢，它是这个部件要翻上去，但是这款玩具确实不需要的。我们把这个整个背包给翻到后面，它背包翻到后面去之后啊，主要是要把这个地方。进行这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在这边把它给扣进去。那这扣的时候呢，就是后面的双动关节啊，以这个方向来折。那么他的这个士兵的手呢，不用做一个内外的翻折，Barricade 是需要翻的，但他并不需要。那手掌收进去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啊，如果你不是这个角度收的话呢，
你小臂的空间呢会存放不下去啊。Barricade 好像任何角度都能收，但这一款有限定角度，那这个手臂啊，这个连接感就把它往上面提上来。好，到这边，那所佩戴的这个武器的话呢，一样啊，是可以收纳在人物的背后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SS 电玩系列的这个 Decepticon Soldier 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如果说各位你有多年以前官方 Fall of Cybertron 的玩具呢，你一定会对这个角色的外形感觉到非常熟悉啊，胸口这一带的这个不管是配色啦，或者是这个形状，甚至头雕啊，都会给人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。我自己对这款机器人的样子的话呢，除了后面的头雕觉得比较可恶之外，以正面来说其实它还是蛮有看头的啦。当然它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致命点，就是它的一个灰色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太 low 了一点，真的非常可惜啊。但是就如果你愿意自己补色的话呢，它还是会相当不赖的。它有一个点我觉得很投机取巧，它这一代明明就只是个球冠，但是它外面做了这一些细节的刻画，让你感觉它好像是一个齿轮的关节啊，其实并不是的。那我来讲一下它跟之前的 Barricade 两者如果要二选一的话，我其实很难跟你说哪个比较好，因为就造型来说，我觉得 Barricade 也做得很帅，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脚的话呢，脚板很大，我觉得没有很协调啦，而且它很松，它人物其实很容易就往前倒，那往后面的话呢，它后面的延伸又很少，所以这款 Barricade 的站立性呢，其实在放的时候呢，都是需要琢磨一下的。可是它的造型来说，我觉得是更加的霸气，手臂更粗，后面的背包的造型的话呢，确实都是更加的好看啊。头雕的部分的话呢，也是我觉得也是不错的，这个原型也很好看。而这款士兵都真的就是一个杂兵的一个样子啊，但是呢它的改良的这个鞋尖啊非常的稳固，还有它的一个怎么说，这个轮胎因为它做的更大更厚，这个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审美的癖好啦啊，我喜欢轮胎的话呢背在手臂上肩膀上的一个造型啊。那它的武器呢平常背在后面，而这个系列的一贯的换武器换成手臂换成武器啦，一样是可以的啊，就把它给替换上去，这样一来它就有一把手枪，而且这个手枪的配色呢跟它这个本体呢还真的是挺搭的。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它就必须把这个胳膊的话呢给放在后面啊，后面有只手在后面啊，当然这是有点恶搞了啊，你要把它给啊往下放或怎么样，或者是你另外收藏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可动性的话呢，就给各位稍微做个简单的展示了啊。头部的话呢是个球冠，那手臂的话呢，由于后面巨大的背包的关系呢，你要360度的转动的话呢，必须要准确的去切一个角度，二头肌可以转动。那手腕当然也是能够转的了啊，腰身啊可以转动。那么脚的话呢，前后啊侧踢的话呢限制比较多，膝盖在这里。那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就是它是怎么样呢？你看它这个地方。开口在前面啊，所以呢你这个脚的话呢，如果你没有跟着动啊，它不会跟着动，前面就会滑出去了啊，这个滑出去的感觉是大家都觉得很遗憾的。那小腿内侧啊也是有巨大的空洞的，那这个巨大空洞的话呢 Barricade 一样有，但是因为人家是黑，那黑人就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啊这一款杂兵的毛病呢还真的是挺多，你看上去呢它可能还看头还是不错，但你仔细去摸过去玩过之后呢，加上它的一个有点空洞，还有一种塑胶有点偏软的感觉，其实它的毛病还是挺多的啊。不过我自己的话呢，倒是还是会持续收这个系列。我对于这个电玩SS 的这个 Game Edition 这个系列，我是特别特别的有一些独特的情怀的了啊。虽然说对这款玩具不是很满意，但我还是。很乐于呢继续呢把它摆在我的柜子里头做一个展示的风景。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